交通方便，科学发达，这是很决定人的情感的。你比如说，比如说唐朝，李白同杜甫分别了，这一分别不晓得多少年才能见面，所以他分别也会有诗做出来，那个诗很有感情的。或者分别以后他也会作诗，杜甫天莫怀李白啊，那首诗是很有名的。那么他因为是难得相见才会作诗，如果我想见他就见他，我坐个车子就到的话呢，就做不出那个天莫怀李白的这种诗了，没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啊。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交通方面呢，人的感情呢就没有过去的这么深厚了啊，这个友谊啊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是吧？1953年，黄永玉搬进了中央美院的家属院，大雅堡胡同甲二号。他将在这里度过10年时光，与他的邻居们李苦禅、李可染、董希文、张丁等美术大家们共同给这个不起眼的小院赋予传奇色彩。黄永玉与李可染先生的友谊也正开始于此。那年黄永玉28岁，李可染44岁。黄永玉后来在书中写道，那算什么年龄呢，太年轻了。往昔如梦，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了友谊，那一段温暖时光。有一天李可染说，我明天看你画画看一天。第二天一早来了，我画一张梅花，很大的，就在外交使馆画的。他看了一天，我们就开那个时候录音带啊，我有很多京戏老进老段子，他知道这个是胡琴是谁拉的，这个胡琴是他一边讲一边听看。到了晚上吃晚饭了，吃晚饭吃，我先吃完，我回来加了几笔，把翻过来加了几笔，他来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为什么不等我来你画？这老人家，他也愿意知道一下，一种另外一种手法是怎么样的，他很真诚的来看的。1953年，黄永玉一家初到北京大雅堡胡同甲二号，李可染夫妇是他们第一个相识的邻居。1954年，李可染前往南方写生，并举办了画展。黄永玉在《新观察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凭借李可染艺术创意的文章。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，黄永玉给了李可染几支英国水彩赭石颜料，可是却再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了。这个蓝颜色不晓得怎么会有这个颜色，可能后期化学反应，反正我根本一点蓝颜色都没有的。我是1979年在北京饭店搞美术家画廊，正式跟黄永玉认识的，那个时候开始为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事儿啊，所以呢就跟黄永玉来往的比较多一点。黄永玉这个人呢，在我的眼中他是比较为人比较我认为是比较亲近的，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架子，而且呢他这个人呢奖赏分明，跟我们一起玩，跟我们一起啊去逛市场，带着我们呢去吃饭，就是一个孩子头孩子王。
现在的作家写东西啊，嗯，不晓得怎么样啊，像他们的那个，还有现在的那些交往，我都不知道。现在的年轻作家的交往，反正没有老一代的那种，也不像老一代那种互相爱惜啊，对对对，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也是我人生道路上当中啊，一个重大的转折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做我以前呢，不过开个小饭店呀、啊，开个小商店呀、啊，充其量也就当一个小老板吧，啊，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。自从认识黄永玉以后，我认为我们的转机啊，确确实实发生重大的转变，能够对文化呀、对绘画呀感兴趣，有爱好。这也是受他的影响。那种爱才呀、啊，啊，那个巴金呐、啊，你看 啊，对啊，那种热情呐、啊，那种完全忘我的，两种口号都斗争，巴金不参加，他特别声明了、啊，想办法，嗯，啊，不想参加这个，是多少书、啊？我们的知识就从那儿开始的，这个真是一点都不假。我将来有句话还要好好的写这个问题。黄永玉在《比我老的老头》一书中，追忆记述了自己与沈从文、钱钟书、李可染、黄苗子、玉峰等人的故事。他在文章中写道。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，却总是难忘三个人，其中一位就是苗子老兄。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，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，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，得意太多。黄永玉29岁的时候，常去黄苗子家看画、看拓片、借书、谈天说地，并和苗子、玉峰夫妻成为了挚友。黄永玉曾评价玉峰道：“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。”在巴黎，我给他画了一张像，他生日，嗯，像极了，很难看，很难看的。我看到了。那个人家就说：“把你画得这么难看，你受得了？”玉峰说：“跟黄玉做朋友，没有一点涵养还行吗？”老太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人。她在青春监狱关了好几年，但她每次她出去，她会捡点花籽回来塞到鞋里面，回来拿一个肥皂盒，用点土把这个花，因为她去过海拉尔草原，她就喜欢这些东西。所以他曾经在我的信里面写过，他说：“亚里士多德写过，美比历史更真实，就是他一生就是喜欢美的。”玉峰当画家的时候，我还在念小学啊，哦，对，三五年嘛，不然你想嘛。黄永玉和苗子、玉峰夫妻的初次相识是个有趣的故事。1947年，黄永玉还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。某日，他忽然收到了来自黄苗子、玉峰夫妻称赞他木刻的信件，并表示愿意购买他的作品。黄永玉为这两位久仰的赏识者寄去了精心。
上海滩结伴而行，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。那时候的他们还那么年轻，没有人知道，不久之后，这三个人将在文坛、画坛大放异彩，成就斐然，如同三剑客，手持不一样的剑，舞出同样的风流。然后到了上海之后，他们就见到了王贞琪了，见到了皇上了。所以王贞琪，当时沈从文给王贞琪写了封信，就说你应该去看看我的表侄黄永玉。我了解王贞琪是从王贞琪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了解的王贞琪。我知道王贞琪，因为他是个剧作家嘛，写《沙家浜》这个戏剧本的人。我了解的这个汪曾祺呢，仅仅是在报纸上还有这个一些散文上知道的汪曾祺，但是真正了解汪曾祺背后一面呢，还真是听黄永玉说的。我最早就听说啊，他那封信也让我看了，那么这个信也找到了，就给沈从文说，他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，你如果给他，你培养他，你是不会失本的。这封信呢，当时我的记忆呢，有两点。第一点，他说黄永玉不同于其他那几个，比较那个福啊，比较躁啊那些青年，他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，很稳重的一个少年。说谁要是在黄永玉身上有所投资的话，这个人一定不会亏本。这是1948年汪曾祺写给沈从文信中所提到的这封原信，我看到了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就到了北京了，等于汪曾祺先到了北京，然后那个黄永玉是1953年到了北京。那个时候小的时候，我大概4-5岁的时候，我们家在那时候住的平房呢，就是一进屋的那个房间里头挂了一个立轴，画了一个小孩的像，那个有点像年画似的，是一个小红脸蛋，然后那个看着挺可爱的。我以为就是哪是那个，当时老头哪儿淘换的那个年画了，他说不是，说那后来我问了，他说那是当年黄永玉给我画的像啊，后来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因为那个时候50年代，那应该是1956-1957年，那时候黄永玉还不怎么太画画，他主要是木刻比较有名。对，那么汪曾祺后来1957年不是打成了右派吗？打成了右派之后，就到了发配到张家口，那么那时候就在那儿工作。那时候他那时候就开始写《杨希的夜晚》，然后黄永玉呢经常就会60年代经常会寄一些蛋白粉啊，或者寄一些原料啊，或者什么东西寄过去给送给那个汪曾祺看。艺术成绩就比较得到公认了嘛，他还是挺高兴的啊。另外呢，他觉得呢，就是说的就是黄玉就是这么多年积累的那个功夫确实也就到了，他看了一些他的作品，而且就说的确实是画的那个，一个是有创意，啊，还有呢就是说的功夫就是那个，确实是让人佩服。就是说他画的那个荷花，说是那荷叶杆能够一笔能够看出来，一笔能够通到底，说这个确实是，有功夫了啊。谈到汪曾祺时，黄永玉常说我的画只有他最懂。然而黄永玉在文章中写过很多老友，却很少提及他和汪曾祺的故事。他说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，无法下笔。但也有说法称他们在文革期间有了绝语，自此这对本应成为高山流水觅知音般佳话的一对友人，在几十年的历史浮沉中渐行渐远。
文化大革命以前都很好，那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黄鱼啊，批判这个旧的那个所谓传统文化呀、啊，还有这个一些当时那种背景下，觉得这里头可能有些误会，对，可能有些误会。什么样的误会？这个误会，我这个在这个场合我也不便说太多吧。但具体的情况，我们就说不清楚了，对。因为文化革命之前呢，大概隔一段那个老头就去，我就要去黄永玉家去看一看，聊一聊。什么时期？就是他应该是从就是当右派改造回来，大概六三年以后到文革之前，就这一段他走的比较，去黄永玉家去的比较多。文化革命的时候呢，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儿，我们就弄不清楚了。也可能是当时汪曾祺是写革命演戏的，大点的编剧，是吧？可能黄永玉那个时候受批判的黑画家，不是为这事儿呢？可能黄永玉是不是就有点误会，让黄永玉觉得啊，这个你现在风光了，就忘了老朋友之类的。泰山顶上。1966年，文革开始，汪曾祺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，但不久之后却凭借出色的文笔得到解放，开始参与样板戏的创作。1970年，汪曾祺因对京剧《沙家浜》剧本的修改加工有贡献，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刚才当时那个黄永玉就想让孩子去看看杜鹃山嘛，或者是沙家浜啊，然后汪曾祺就说我没有票啊。大概这个之后两人之间就有点矛盾了，就不高兴了。所以后来文革之后呢，这汪曾祺也去看到黄永玉，那当时两人就是关系没那么融洽。但是他就说的，后来就说的，实际上不是说的他不想弄，就是说那个当时呢是就是他虽然是那个沙家浜的所谓主创嘛，但是并没有那个随便要票的资格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演出票都是分配的，就是大概每一场只有那么几张的所谓的观摩票，啊，但是这个观摩票呢，也不是他说了算，都是从团长到下边，就是层层的都要盯着这几张票呢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没有要到，还是怎么着？反正我印象里是有，反正那时候就想，因为那时候整个的这个舞台就那么几场演出嘛，所以。不管好坏吧，就是想看的人还挺多的，就是，就是确实弄个票也不容易，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这个整个历史啊，是挺复杂的，越复杂，其实它那个细节越突出，所以有时候你要整理一些资料，真要找很多很多的资料。但是后来我们去那个皇家聊天的时候。黄黑妮还说当年他还上过他们家，就是给他们送过杜鹃山的演出票之类的，这个我们是以前都不知道的。是啊，还是说那就证明了那个时候他们实际没有断了交往，而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无所知了。同样鲜为人知的是，在汪曾祺的家里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就一直挂着一幅黄永玉送给他的木刻，那是一个高尔基的木刻像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事沉浮，这幅木刻沉默地见证着两人的友谊。高尔基那个时候还是大家还比较熟，是苏联的啊，算是比较有名的文学家，后来就不知道了。现在有名但好多人没见过。
后来就是好多人到我们家一看，挂一个高尔基的像，然后好多人说你们家这怎么挂一斯大林呢？那弄不清楚，因为那个他们那胡子是有点像，对，只是高尔基瘦一点。是因为1947年他们三个人就在上海，那时候皇上是有钱嘛，经常他们俩都是两个都是教中学的，然后就是皇上请他们吃饭，每次我们到上海都会跟皇上见面。那么皇上一开那个他那个会议的时候，他专门黄宇专门写了篇文章，就叫遣示皇上啊，还包括还有一个还写了一首，在两个信封上写了一个叫体系断层，他后来也把这个两个信封，他也就送给我了。好多故事，他好多故事在他都记得很清楚。他女儿说，皇上好像从来没笑过。然后那个黄姨说，你爸皇上怎么没笑？皇上肯定笑过。黄永玉曾在文章中将皇商的大笑比作山东响马，并将其视作有意的珍藏。1947年的某一天，上海的周末。皇商汪曾祺、黄永玉三人酒足饭饱，结伴而行，路边却突然冲出两位婆姨，将黄永玉往弄堂里拖。他身边的两位好友继续他们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，却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。黄永玉挣扎了好一会儿，才成功脱身。也正是这时，他听到了皇商放开喉咙的笑声。他就，但是皇上平常不怎么说话，但是如果和朋友见面之后，他会开心，他会笑的。所以那次我们跟那是最后一次看皇上，就是我陪着黄永玉还有黑礼我们几个，然后完了之后就在那儿，就是大概我们是1几年，然后第二年他就走了，九十几岁走的，也算是高寿，也是高寿。那时候90年代皇上那可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呐，他和多少人打比仗啊。九零年90岁91，和很多人打仗，什么朱振、芷安，好多人，他全跟他们打。三个年轻人最终都成了老头。1997年，汪曾祺因病去世，还不到80岁。2012年，黄商逝世，享年93岁。我每次到他那儿呢，就跟他都跟他那个，他都要聊一聊他写的那个小说，因为他每个月要拿出那个差不多10天还甚至多一点，就是完成那个小说那个写作任务，然后才能干其他的事情。然后就给我他们就是每次都介绍他这段他写的到了哪儿了，到了哪儿了。好像是到了端午那次说，哎，这次写到上海了，写到你爸爸了。这一分别不晓得多少年才能见面，所以他分别也会有诗做出来，那个诗很有感情的。那么他因为是难得相见才会做诗，如果我想见他就见他，我坐个车子就到的话呢，就做不出那个天不怀李白的这种诗了，没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啊。主要的问题就是说，交通方面呢，人的感情呢，就没有过去的这么深厚了。要是早20年去，早几十年去就好了。要当年，要这个时候都还在，咱们一起到女婿啊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弄得一个都不剩了，现在老朋友。